是要拿些挂起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请那个小姐继续讲一下，对对对。可是一开始养鱼，我今年33岁，有印象吗？33岁，回来就是我是年初合约公司，我在高雄才回来，然后我跟我家里的鱼的事业是从去年年底开始跟哥哥一起，因为哥哥负责养。哥哥是继承爸爸的地方回来养，然后我是回来协助行销的部分。对，那因为其实我们都爸爸很会养殖，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打出去通路，所以回来的话也是接触帮忙做行销，对，帮忙做行销，接触市场。对，然后因为爸爸本身又是社区的理事长，所以他又是产销办的班长的时候，我回来之后，我们不仅就是帮家里做品牌，我们也帮社区做品牌。那社区的品牌就是解决社区这边所有产销班鱼的问题，那家里的品牌就是解决家里的问题。对，因为其实永安有养3种石斑，有青斑、龙虎斑、龙胆石斑。那航海之后，包含就是政治的问题啊，可能全部的鱼都遇到了一些滞销的状况，或者是鱼价崩盘，就是还蛮严重的。那我们如何就是用品牌分流的方式，然后去把然后做区隔化，然后把它销出去。像我们社区就是走的比较平，就是比较平时的路线。那因为它的那个它没有像龙胆石斑或者是龙虎斑这么普及化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是普及化，它没有像他们那么高的规格，所以他们是比较大众化的。像我们一般吃板的那种石斑啊，那种青斑，它其实是已经在台湾生根40-50年的无名英雄了。可是这条鱼现在在台湾就是严重了，就是价格崩盘很严重。那爸爸为了解决社区的问题，他同时又是产销班的班长嘛，所以就设立了社区的品牌，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提袋上面，我们有弄一条鱼，那条鱼就是青斑。还是从事哪一部分的行业？我之前是从事饭店公关。饭店公关，对，我之前做行销。对，我做市场，然后就是要跑香港、
澳门跟新加坡，所以我吃遍东南亚，我吃遍东南亚，然后我知道这条鱼的珍贵，所以我那时候回来，这条鱼为什么会卖不出去呢？我真的是无法理解。对，然后因为很多年前就是有其他地区是有孔雀石很重要的问题，那段时间我们家是完全没有收入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怕。那段时间开始，我爸爸就坚持都不用，就是他那段时间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贯彻，所以他就是。深耕地方啦，所以他在产销班，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产销班的班员，对，我们就是深耕地方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不用药是最基本的，我们其实要跟消费者是同一个阵线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肚子里的东西嘛，对啊，那所以我们就是为大家在最前线就先做好食安的把关。是，它这个叫自然农夫，他用最天然的去养殖啊。那在台湾，在全世界在讲，人家讲自然农活、啊，对、嗯。所以班长，像儿子女儿都回来，那对你来讲有没有就帮助很大这样？哦，我非常的欢喜啊！因为小孩子说实在话，最近的小孩子他们眼睛是雪亮的，因为一看到有好像爸爸养到现在来，那能喜欢东西进行在几年，而且我们班上都是集体户的在做产销履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规格方面的话，我们都拿到最高的，要我们尽量的用心，让这位主持人一下放心。那是这样，孩子看到我们有经验的，不会像以前的乱用药的，那怎么样一大堆乱搞出来的话，孩子对我们有信心，他自然他就会回来。他一回来，我们鱼死那么多了，剩一万块，我要去请个十万斤，我的孩子就先惊啊！跟妹妹讲，妹妹，那你要下钱是你爱做。像我们今天所吃的这个龙虎斑这么大，目前台湾各方面龙虎斑应该是算上好的。那边算卤鱼了，这个去吹，跟妹妹讲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回来行销了，不然要怎么办？这么好的鱼。以前没有人养这么大的，以前根本都没有人养这么大，那我就把它养这么大，因为我只是20万斤，那我经过一年进个生产就十几万斤啊，你看他那边推下去上去，他还好，我们农业局的时阵哦，非常咱农业局的时阵就一路以前非常非常的帮忙，要提钱这么大的钱啊，来给我出掉，就从这上海一路好稳当的人，我嘛感觉讲。我只敢来建设的时候，我即个我家己敢建设的，我看到门啊在啊，我看到明天啦，因为上面有我们农业局啊，这敢支持，这上车一路一稳，他有信心吗？哦，说有进步，我们上车稳工程什么的，啊，而且我将近那个等啊，我去请他更有信心，所以我就讲，肯定啊，你去笑以后，你只能开了，我开了我，不用嘛，别生气。爱展现出好人，咱的心理好人。刚刚咱的要请假了，昨天咱的要分析请假了，安尼较有效。好人来，你就怀疑了。刚刚这些所在，全都都是我们来，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跟鱼子相处在一起。你嘛刚刚看我摸的一样，你要装怀疑。我靠，遐囡仔当钓底下摸鱼啊，有诶，蛮有意思的。是，而且变经济。他们现在在神农。